程序练长什么样子呢？它就长这个样子。MB0、MB1 它的阶段了、那 MB0 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进阶的一个训练，哪怕你不是要做师资培训，都是可以做的。所以这边有写到 MB0 呢，只要在认证审核之前完成就可以了。那其他呢，抱歉，都要按部就班的完成。MB1 呢，就叫做基础观摩培训。举个例子来讲好了，好，假设我们早上上 MBSR 课程。在 MBSR 这个课程里头，有要想要成为师资的人，也有单纯只是来学 MBSR 的人。下午呢，那成为师资的人他就留下来做讨论，我们来讨论说，哦，我们刚刚在早上的这个过程里头，我们学到了什么，发现到什么，我们遇到一些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主要的带领者来做一个讨论跟回馈。那当年我去美国就是学这个东西啊，真的超好玩的，超有趣的。你的好奇或者你的疑惑，很快的老师就可以在当天给你解惑这样子，或者让你有一些看到。这也是我非常喜欢 MBSR 训练的地方，因为他在第一个阶段他就把真实的场景开放给大家，他并不是把所有想要成为老师的人把它集中起来来做训练，然后你看不到真实的场景，不是。所以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训练。之后到了 MB2 呢， MB0 跟 MB2 都是我自己发展出来的。画圈圈的这个是创新的一个课程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课程呢？这么多年来后，我很清楚知道说，在 MBSR 的训练的课程里头啊，两个元素是不可少的，一个就是带领，一个就是探寻。那探寻不只是疑惑的解答，它背后有更深的一个根基。那带领也不只是copy 引导语，它其实是 leader 本身内在状态的外显化，所以这个是要特别训练的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就特别帮大家加课。然后在 MB3 呢，教学密集训练呢就很好玩，就是准师资们呢，我们会集中在一起，然后一堂一堂课的真实的带过八周的课程。那当然不是一个人带完八周啦，吼，那来不及，我们会用分组的方式然后来带。然后在这个代课的过程里头呢，其他没有在代课的人就是学员，就是他自己所设定的一个角色前后贯穿，我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的，很有意思。做过这些训练的伙伴，基本上他们的心脏都已经被训练得蛮强的，所以在出去外面带啊，就会比较有底气了。出去外面带之后会需要的协助呢，就是督导了，包括个别督导啦、团体督导啦，再来就是完成所有的训练，然后再加上6次的 MBSR 带领，我们就可以申请认证的审核这样。那这个是用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了，让大家看到这个培训的架构，我刚刚讲的那些训练课程嘛。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要完成的指语课程，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中心还蛮强调这件事的。说坦白话，我做指语课程是先于做师资培训的，因为我觉得扎实很重要。你先拿到什么认证其实真的没用，没有实力一堆认证其实还不如不要认证，对，那个认证越认越心酸的这样。当代正念它是可以存活哈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根基啦，一个就是科学研究，没有科学研究，当代正念不会存活到现在，我可以很直截了当的这么说。那这也是卡巴金贝贝一个很重要的贡献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是有传统的，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呢，就是子语的专修营。那这个子语专修营呢，帮助我们大量的回到自己，因为成为一个正念解压的老师呢，如果你只是一直都在对外，你一直满脑子都在助人，那抱歉，你走错路了。你需要能够大量的看到你自己真实的样貌是什么，你知道你现在讲出来的这句话，你是在对谁讲？你是在对伙伴讲，还是在对你自己的投射讲，还是在对你自己的期待讲，对你自己的恐惧讲？其实这个是要很大量的训练。那我的师长们，他们之前是在麻州大学医学院正念中心嘛，后来我跟大家讲说到布朗大学去了。我为什么用这个东西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头传承是什么，然后我们的创新是什么。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，旁边有 QR code。 那么接下来大家一定很好奇啦，时间啦， MB1 呢有分两种啊，一种就是密集的或10周的。我们在台湾其实我说坦白话，如果你可以选10周就尽量选10周的方案，那这是上课的小时数。比如说这个时数啊，这5+8总共13堂嘛，
有的是一堂四个小时，有的是一堂两小时。比如说五的部分就是练习带领的部分，其实一堂是四小时的，然后八探寻练习的部分其实是两小时的，所以整个时数就是36个小时。从一刚开始开门见山，我就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没有什么，但我们有什么？我们这边有深厚的实力啦，不管是学理或是实务上，很重要是我们这边有不妥协的品质。我虽然很和善，但是这个坚持我是会有的。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伙伴的支持，会有很多的团队的合作。然后这边我们很强调落实平等的爱，